原标题：晚明军力衰败，要怪万历朝鲜战争。作者：我帮团队张七一，大明灭亡的罪人。晚明军事的衰败，常叫好些后人生出断崖式下跌的唏嘘。一直到16世纪末时，武装到牙齿的明军从朝鲜半岛打到播州缅甸，无论在青海高原还是陆梁海面，从来都是见谁灭谁的霸道表现。可一晃不到20年，待到萨尔许战役一声炮响，面对新兴的6万后金八旗，盛名已久的明军竟是一顿稀里哗啦，厮杀五天就全军覆没，大好辽东河山没几年就轻松落入八旗囊中，成了人家明王清兴的大本钱。待到清朝学者们编修明史时，大明军队的这一番高速衰败也自然被当做了沉痛历史教训。各位清朝学者们也绞尽脑汁为这事找出了种种原因，但其中一条却是格外别致：前后七载丧失数十万民饷数百万明军为什么这么衰，就是因为打了这糟心的一仗，伤亡惨重到实力耗光。这导致明朝衰败的战争就是爆发在1592年，前后历时七年的万历朝鲜战争。时至今日，明史里的这个观点依然十分有市场。很多人吐槽朝鲜时常说，你看明朝够短视吧，为了救了朝鲜把自己给搭上了。也有人吐槽明朝时也说，明朝有什么了不起，去朝鲜打个倭寇都要耗七年死几十万人。归根结底就是万历朝鲜战争造成明朝由盛转衰，甚至使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那这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二，该不该打？损失很大，万历朝鲜战争该不该给明朝灭亡背锅？首先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这场战争该不该打。其实当1592年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时，该不该援救朝鲜这事儿也在明朝朝堂吵成一团。以明朝诸多言官们的说法，那是根本不该救。以给侍中许洪刚的说法，朝鲜是打明朝的藩属，自古以来只有藩属来抗击侵略，哪有自己不打仗求人救的，简直可笑。而且许洪刚的观点还算是当时明朝言官里靠谱的。还有言官认为，所谓日本侵略朝鲜，只不过是辽东的边将们想立功，故意瞎编军情。更有言官深深怀疑，日本不过是个小国，哪来胆打这么大的仗？难道是朝鲜和倭寇互相勾结，故意把明军引到朝鲜去歼灭？总之认为没必要打的当时就是大有人在。但这些明朝官员不知道，此时已经完成统一的日本是一条怎样的恶狼。他们已经拥有了700艘战舰、2000艘预备船的海军，有了15万的一线动员兵力和技术先进的火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统治者此时怀着怎样疯狂的目标发动战争的丰臣秀吉原话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甚至还有先战朝鲜再灭明朝最后灭印度的战略时间表。战争开打前，日军的各路诸侯们更为灭掉明朝后分拿块地做领地，各自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明朝对日本灭朝鲜坐视不救，下一步他们百分百冲大明朝来，那可不可以。明朝不需要出兵，只需要提供物资、粮草、装备资助朝鲜抗击侵略呢？事实是更不可以。七年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留给煌煌史册的最出名形象就是渣级别的战斗力。1592年战争爆发，朝鲜一个月内就丢失了平壤、汉城、开城等重镇，眼看就要跑进辽东钻山沟。1597年第二阶段开打，朝鲜更是一开战
就赔上了全部水池。电视剧里威风八面的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其部队主要是明朝帮助组建，就连水兵都是明朝帮忙训练。甚至就是在明军入朝作战后，朝鲜就连粮草物资这类后勤事务竟然都办得乱七八糟。明军杀到汉城附近时，朝鲜的粮食就运不上，就连明军从国内征调的大批粮食在朝鲜低下的动员能力下，竟白白烂在鸭绿江边运不上去。这样一个面对战争作战与动员能力近乎低能的朝鲜王国，一旦独自面对日军进攻，王国是板上钉钉。而一旦朝鲜沦陷，数十万坐拥朝鲜大后方的日军蜂拥到辽东，甚至利用朝鲜的港口向明朝塘沽一带发起海上攻击。那对于明朝来说，这将是一场比万历三大征更为持久、代价更为惨重的战争。援救朝鲜，开打万历朝鲜战争，才是为国家安全做出的正确抉择。那这场战争的代价真有明史里渲染的那般惨重？其实这恰恰是明史错的最离谱之处。首先是伤亡问题，明史里说丧失数十万，但第一阶段时明军参战人数只有38000人，第二阶段直到尾声时明军兵力才达到70000多。也就是说，这些大明军人加起来全数殉国，都无法满足明史的要求。事实是，所谓耗时7年的万历朝鲜战争，明军真正的参战时间只有2年，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是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按着日军狠打。平壤大捷这类胜仗，明军更是以数百人的伤亡打出歼灭日军数万的战果。即使是吃了亏的败仗，比如明史里号称伤亡20000的微山之败，以再造藩邦制向村集卷等第一手资料统计，明军此战里的阵亡人数是1400人左右。这已经是明军参战的2年里伤亡最惨的一战。所谓丧失数十万，错得十分严重。至于米饷数百万的军费开支呢？作为收款方的朝鲜，明军在朝鲜作战，物资征用都要向朝鲜付钱，记载的十分准确。总耗费折合白银883500两，看上去非常多，但参考此时明朝的财政收支，却还在国家承担范围内。总之，这是一场以最小代价打灭日本野心，更见证明王朝国家荣耀的战争。所谓加速明朝衰落，甚至造成明朝灭亡的论调，距离事实实在不靠谱。三，不靠谱背后的叹息。那为什么明史在记载这场战争中会做出如此不靠谱的论断？如果说是有意抹黑，其实也冤枉。因为这个论断也依据了一个重要资料，明朝言官们在战争期间的相关奏疏。其实如果翻翻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明朝言官们的奏疏，恐怕立刻会看到天雷滚滚。比如明军数千人被围了碧蹄馆之战，在明朝言官丁英泰笔下就成了损失部队数十万。比如浴血殉国的抗倭英雄邓子龙，在言官徐观澜笔下更成为畏缩不前的胆小鬼。为了能够刷个声望，博个出位，这些万历年间的言官们早已习惯了满嘴跑火车，什么样的惊悚雷语都敢拿出来招呼，又被清朝的史官照单全收，以至于对照事实成了荒唐笑话。但这荒唐背后却正戳中了明朝衰亡的真相，真正造成明朝衰败的恰是这些荒唐资料背后明王朝越演越烈的恶劣政风。自从万历中后期起，躲在深宫里不上朝的万历就带来了明朝官场风气的恶劣变化，越演越烈的党争叫原先为国请命的言官们彻底变成了打手。官员们不再追求实事，就是追求好名，
凭着惊天动地的奏折博声望，朝堂上也越发人浮于事。到了1602年时，大明朝六部尚书缺一半，侍郎缺20多个，地方知府缺25个，知县缺数10个，整个王朝的行政体系都是严重瘫痪。对于需要实在人做实在事的军队建设来说，这样的瘫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历晚期时明朝经营的战车火器竟已多年腐朽，意味着曾经强大的广东福建水师到万历皇帝去世前竟缩减了80%船舶，大船几乎不见影，以至于1619年萨尔许战役开打时，很多明军参战部队已经多年不操练火器战法，作战用的火器更需要加班加点补足。这已经是一支被多年懒政祸害到衰败的明军。惨祸其实不意外，行政效率的衰退，行政体制的瘫痪，才是凄风苦雨的晚明最难救的病根。强大如痛击倭寇的明军面对此病亦是没救。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李朝实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